这是我又新剁手买的球兰，2颗，2种，还有一个带着花苞。我先把它买了，再进商店给大家看视频。为什么先买再拍视频呢？因为以前出现过情况，就是拍完视频，哎，自己想要那颗没了。其实今天这个啊，这里很多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里就是著名的 Vandermeer， 以前啊总觉得这个太远了，所以来的并不多。但是自从它有了球兰以后啊，可能显得离我们家更近点儿。这就是店里的样子，它有一大桌子，这么一大桌子全是球兰，这个很大吧？这里头。最近1年多，发现球兰卖球兰的商店越来越多了，品种也越来越丰富了，而且价格也不见得跌。 是一位好心的网友提醒我，观众提醒我，哎，你们家离Vandermeer近不近啊？那有好多球兰啊。于是我到网上一查，有人专门做了视频了。这刚一开门的时候，就有好多品种，很多特殊的品种，非常诱人。他那是10天前的视频了。他们有 Facebook、脸书，有他的网页会发通知说有什么新品上货。他们脸书上的照片也很诱人，价格也很诱人，就是诱人来的。 但是等我来了，你看今天来了，10天之后来了，所剩的品种，我喜欢能够让我剁手的品种不多了。今天这一集全是球兰哈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观看。这是常见的卡尔诺萨，咱们作为参考价钱14.99块，还不错，因为它长得很长啊，它不是刚刚扦插的。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哈，你看这个土像是刚刚加进去的土，不知道没有打开看里头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很大。看看这个 Hoya Multi Flora， 特点就是它不像爬藤，它更像灌木。还有个特点就是容易开花，你看好多都带着花苞的。再来看一眼价钱14.99，不错吧？你看它还限着限购，每人只能买1盆。 看看这种小叶子的，我也有一种小叶子的，我就发现呀、啊，咱们先看一下名字吧，叫做 Curtisi， 19.99，价格还算可以，因为它是挺大的了，而且特殊品种它特点就是你看白色的，我就发现这个小叶子还有一个特点，网上没见人说过哈，它特别喜欢潮湿的环境。 而且它更是下垂的这种形态，而不是往上爬。它整个都需要潮湿。如果你要是生活的环境像多伦多啊，冬天比较干燥，这就很困难。再来看看这个啊，这我有了。先看价钱，24.99。Singularia singularis， 这个会长得很大，比这个长得大多了。它长得很快，如果条件合适啊，潮湿的环境、潮湿的空气，它长得很快，温暖、潮湿、明亮。特点也是这个叶子，你看那个颜色，特别是新长出来的发红，如果阳光充足的话会更红。然后还有白色的大斑。看看这一大早在洗地，看看这个 variegated， 这个球兰很多都喜欢找。 叶子是花叶子的品种，它叫 Obovata variegata，variegata 就是 variegated leaf， 彩叶。看到价钱吗？39.99，长得很健康。看看这个也是彩叶，这个发红的，就是因为光线阳光比较充足，在它生长的时候啊，估计这上架之前有很好的生长环境。24.99。 Variety variegata， 这个也是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，像在多伦多，我家里长得极慢，慢极了。这些这是很有名的 Bella， 有纯绿色的，也有彩叶的，白边的，多少钱啊？24.99。你看这么一小盆，24.99，但实际上它有很多，就像这么大的，全卖光了，就剩这么一点小的，没人要了。 看看纯绿色的，就是19.99。对了，像这种啊，还要提醒一下，它虽然所有的东西都摆在这个地方，所有的球篮，但是有人挑完了以后，他会放到其他地方，忘了拿回来，所以你要整个花店仔细搜索。看看这个，还记得我们前2天在肯尼迪泰尔吗？11块多，这是29.99，但这个要大很多。这是龟背，他们讲。 就是因为长得像乌龟壳，它的叶子的花纹，球兰嘛，就是看叶子来的，多少钱呢？24.99块。看看这个小叶子啊，这也是小叶子啊，特点就是叶子周圈是有花边的。19.99块。看鸭，看马，看看这个也是特殊品种。 这个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？虽然头一次见到哈，亲眼见到，因为网上经常有人卖39.99块，这么一点点小，其实它这么贵呀、啊，它刚来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，现在剩下的这些都是状态不佳的。网上有人卖，你就知道有一个参考价。说这个这么贵，这是球兰哈，球兰会开花的球兰。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？其实我也不明白，这种为什么有人喜欢呢？而且这么贵。看看这也是常见，就是入门级也算，应该算是入门级的 Crinkle 8。咱们在肯尼亚看看11.99块，这个差的不是很大。别忘了这里是专业花店哈，它的价格都偏高。 心形球兰，这可是绿心，呵呵，长得很健康。多少钱？19.99块。这个价格可以。这个像球兰嘛，但它不是。这里有很多和球兰放在一起的其他植物，不要看串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喜欢的话，看看这个小粉红，它也是在光照下的反应，也很漂亮。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来晚了，来晚了也有来晚的好处，剁手剁得没那么疼。好啦，球兰就说这么多，欢迎全网搜索“时针加花名”，希望有更多视频。你喜欢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